水猴子，这不水猴子吗？武器 BOSS，谢谢忍者龟头很痛的办卡啊！你失败了，哎呀，我失败了。Minion 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我们家是 poke 刘振勇，我们玩个武器大师格格不入啊！没有一点适合我们家的阵容。怎么又是贾克斯？贾克斯厉害呀，贾克斯，那能不玩贾克斯吗？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应该玩个杰斯，对，我应该玩个杰斯。关键我一楼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拿啥，那蛤子正好俺们家上单配个杰斯挺好，但我不知道他们要玩啥，他们应该早说，他们也不早说。那人呢？锤，锤，晕锤，锤，锤。我生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被塔砸了一下。跳上来锤，我好像有一个小兵没吃到经验，哎呀，可惜了。这盖伦带没带骸骨肚疼？好像没带哈。回家！位置很差呀，看一眼这莉莉亚来没来？那盖伦怎么乱放技能？跳锤重锤开 E， 呀 E 没开出来，这怎么能没开出来呢？菜逼！你不能老说我菜逼，我说我开 E 的时候我已经摁 E 了，你也听着了，正好盖伦是 Q 的时候，我们正好开的 E 技能，正正好好都是，一切的一切我都算好了，但我没有算上我的延迟。出啥了？攻速海。눈도 깜짝 놀랐습니다.
还行啊，回家。盖伦还是狠，盖伦哪狠了？盖伦有什么狠的呀？盖伦要那么狠，每次他就不是，他要是狠成那个样子，他就不应该每次都是防守反击，他就应该主动进攻。每次都是我跳上去，他还狠呢，他狠个屁的狠。别死！저를향했습니다아군이향했습니다还是死了。不过兵线不错啊。亏了，不亏啊，一换一有啥好亏的呀？我又没交技能，他交了个闪，我们的兵线又没有往对面推。小心点，他六级这一套啊，他这个玩意儿呢，六级的基础伤害有点高。我们要先下手为强，先把他打到残血，不能让他拽我们。要打一下，快！炮车没补着。好像不是很顺呢，俺们家的蛤蟆被对面给碾压了，蛤蟆不行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把鞋做了。双方都不打龙，其实挺好，龙打得越慢啊，我们越舒服，因为我们越往后打越狠。
锤痛锤。刚刚好，我的跳斩好了，一切都是那么的正正好好。再吃他一层塔皮，哇，谁的一劫？破败了。回家了，这把出哪个鞋呢？布甲鞋应该行。那莉莉亚其实没啥伤害，第一件攻速鞋的盖伦，你们说什么段位？盖伦攻速鞋有什么问题吗？盖伦第一件攻速鞋也没问题啊。盖伦第一件攻速鞋不是？是盖伦就出的吗？把他打了。跟我入侵野区，哎呀，我这波莉莉亚野区不把他入侵了，这两个都给他打了，哎呀，太爽了！这莉莉亚我估计要骂人了，我把他蛤蟆跟蓝全给他打了，他正好一个扣全没打死。还死了，漂亮！你不帮我把上塔拔了，让你拉野一下拉俩，拉野不拉一个，一下拉俩，你咋不拉八个呢？咬你一遍，我的小伙子！大招庆祝一波。我操！这人好怪啊，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出来呀、啊？아군이당했습니다학살중입니다没有眼儿，有什么眼儿？有眼儿，有眼儿，他就过来杀我了。我的血量正好一个大加个点岩死，他有 W， 我不可能打死他，他可100%要过来杀我。
哎呀！啥意思啊？哎呦我！还挺狂，小小莉莉呀，挺狂。有鳄鱼过来了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如果刚才那个红 buff 是给我的，这个鳄鱼应该是死了，或者我们死不了。他没有给我红，我没有回血。上路一个辅助加上一个上单，打不过我这两个人，直接上来杀扇子马。我的天哪，追不上。这怎么能，不应该呀。伤害挺高啊，连死两把，略微有点小伤啊，我们需要把鞋做出来了，跑得有点慢。漂亮，暗爪鳄鱼。回家补鞋子，谁死了？左一又死了。左一确实是不太行。
扇子妈已经做出一个干锅了，小心一点，一会儿。交给你，交钱。张振华。 打个红去，或者是推中，我想想啊，这波推不推中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有没有E？能不能中？回家。 你这不追他，我天哪！你玩个维恩不追盖伦，为啥不追呀？这我就不用加血，应该也死不太了。 哎，走呗。为什么莉莉娅的惩戒也带那个大面具啊？真的，为什么他的惩戒也带大面具啊？惩戒也算技能呀。我的点炎那也得算呢。那下回我点炎是不是也得算？那凭啥呢？也投降了。 点盐不算，那怎么整？